做饼干就把爱放进去，然后能吃到的人都可以被我做的东西融化。这样做也想说，哎，那训练他们自力更生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就开始一直做，一直做，然后就开始去学啊，更多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店虽然关了，可是我们就说，哎，那就继续做。所以现在他这个饼干啊、布朗尼啊、巧克力，就是教了很多人，教了很多一样身心障碍的孩子啊、家长，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一间店都还存在，只是在电脑里面。有些家长他没有办法陪孩子啊，那那个孩子把他训练一段时间，跟到会，他会做，像有的会做布朗尼，也会做 cheese cake， 就是每个东西不一样都好。我们还有米果很多，我们就一直研发，然后教他。然后那个妈妈，我就跟妈妈讲，你们就好好陪他做，做到有一天他会做。刚开始他可能不会，你就陪他一起做。所以我们都说，我们的东西都是妈妈跟孩子的爱，这是一份妈妈跟孩子的爱。所以你吃到的时候会有那种很有爱的感觉。